饭店用这个没沙子，都是一瞅着了，那能吃啊，像国产的一旦洗不干净，用一个两个沙子，直接客户就退货了。啊，以前这个。 他们也不敢用这些东西，不懂这些东西吗？老板，黄梅还有吗？啊，黄梅、黄金梅。黄金梅没有了。之前可能不理解，现在一缺货，就是为啥没货嘞？就是朝鲜缺货，肯定是这么问题。 现在有这个政策了，现在想着进其他的货了。现在这种货，既然进不来，肯定想着用其他的货了，顶替了。这种的现在10块，之前卖8块，现在7来块。